九州道购物公园是珠海首个地标式游逛情景式购物公园，号称珠海新兴有氧的幸福美好生活方式。昨天是情人节，九州道公园里人来人往，一派喜气洋洋。一家饭店推出的强哥烤鱼套餐特别有趣，制造了狂飙的流量来吸引吃货们的眼球。年轻情侣们纷纷来逛街吃饭，度过一个幸福甜蜜的节日。随处可见摆摊卖花、巧克力、节日气球的美男们，不仅卖纪念品，他们也是在体验着青春的无忧和快乐。商家更不用说了，推出了各种应景的节日套餐，有排队叫号，到处热闹非凡。好漂亮，巧克力，对，好大。路上到处都是灯火辉煌，车水马龙，甚至有点拥堵。随处可见的鲜花和年轻的笑脸，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日子真好。